近日，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三师图木舒克市兴安镇，上万只灰鹤如约而至，与农田雪景共同勾勒出新疆冬季的别样美景。每年冬天，当地的兴安镇都会迎来上万只灰鹤迁徙而来，在当地油沙豆种植基地过冬。灰鹤成群结队的在农田里觅食，漫天展翅翱翔的鹤影成为冬日一道亮丽的风景。